刚刚就职的。 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，群情激昂。紧接着，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，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。与此同时，54门礼炮齐鸣28响，如报春惊雷般回荡在天地间。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。 领导人民英勇奋斗28年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。阅兵式开始了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，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。与此同时，新中国第1代飞行员。 驾驶多架战斗机、轰炸机和教练机从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，引来人们阵阵惊叹。傍晚时分，群众游行开始了，无数火炬从广场四周涌来，顿时遍地火龙翻滚，满天金花飞蹦。首先走进来的是工人老大哥，他们举着旗帜。 火把高唱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歌声嘹亮，步伐豪迈。农民、机关人员、青年学生等游行队伍紧随其后，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。 异常热烈。这一天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6个多小时，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。回到中南海，他对身边的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胜利来之不易。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中华民族进入了新的。 历史纪元。